记住这个万能指法，你就学会了哆来咪发嗦拉西，一个手指对应一个格子，我们四个手指就对应四个格子，数字在哪个手指我们就用哪个手指去按，比如我们用中指按第五根琴弦的第三个格子，这里就是哆。那么小拇手指隔了一个手指啊，那我们就隔一个品格，这里就是 Re。 我们的一个手指对应一个品格，那四个手指就对应四个品格，中指和小拇手指啊隔了一个手指，所以我们要隔一个品格弹。以此类推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左手的一个手型指法，哆、来，好，下一根弦咪、发，好，嗦、拉、西、哆，连起来，哆、来、咪、发、嗦、拉、西、哆。记住这个万能指法，咱们在任意品格都可以进行练习。比如我们往下移两格，哆、来、咪、发、嗦、拉、西、哆，这就是咱们D调的。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再往下移两格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这就是咱们一调的哆来咪发嗦拉西。记住这个万能指法，点赞收藏起来，以便反复练习。